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点击这个短片跟我一起来画画。我是蔚蔚，今天我们想要画一个很简单又很可爱的水母。水母哦，你知道就是在海里面的那个水母。我们先按一个加号，然后选一个荧幕尺寸哦，这样。虽然我是用 iPad 跟 Apple Pencil 来画画，那但是如果你有一支纸，有一支笔，也可以跟着我一起画。那我用这个iPad 的话，是因为如果等下画错的话可以重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画画。就是水母实在很简单哦，大家请跟我画。我先选黑色，如果你没有这个 iPad 的话，就可以用铅笔或者是原子笔或者是签字笔，什么笔都可以。这样，那我就来画画一个。我现在看一下我笔画大小，这样子差不多。那我现在画一个很大很大的三角形哦，比方说像这样。好，是有点圆的三角形，像这样哦。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它下面这边呢，画点这个像水母这种这样子。好，好了吗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画它其他的这个地方，第二条线啊，当做装饰。像这样。像波浪的感觉，好，画好了以后，我们来画水母的眼睛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想要水母眼睛大一点的话，我们就画大一点的眼睛，像这样，这样，然后让它有一点这个装饰的这个眼睛，然后这边因为眼睛太大了会反光。有两个这个光点在这里，好像这样，我一个眼睛就画好了。这反光不够大，我来把它反光大一点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再来画另外一只眼睛，在这边画另外一只眼睛，这边画一个装饰的这个东西在这边，这样，然后我再画还有两个反光的这个光点哦，在这边，它眼睛太大了，这样，然后一个。你画的东西很可爱，就是它眼睛可以很大。好的，有很可爱吗？那接下来我们来帮它画一个睫毛，让它眼睛看起来更大。画好以后，我们来帮他画一个嘴巴。好，画好以后，我们来画那个这个水母都会有脚，这样把它画一些脚。那脚就像弯弯，那脚就像弯弯曲曲的。哦，这样。大家可以随意画他的脚，有时候他的脚很大，有时候他的脚很小，像这样的时候没有那么大。有时候又蛮长的。像这样不规则的。水母哦，这样。好像这样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每次画画，如果要让人物很可爱，我都会把边框加粗哦。那这个也不例外，我的 style 就是把边框加粗。来喽，好像不够粗，再粗一点。
成绩啊。我把它脚加粗，加粗会比较可爱，如果你画可爱的图形的话。噔噔噔噔，这样既然那么简单哦，我鼓励大家跟我一起画，就大家可以看我画，大家可以可以动手开始画，不管你有没有 iPad。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疗愈哦，这样子，那种疗愈的感觉。啊，不一定要有 iPad， 就是有一张纸、一支笔就可以了。哦，好像这样，我很粗的线条就画完了。好吗？那接下来就是发挥创意的时间了，大家就是可以来着色。那我的话，我想要他这个脸这边呢、着一个蓝色，觉得水母好像在水里面游啊，应该都是蓝色，所以找个蓝色。这样，那我来开一个新的图层。这个是我的颜色，好，脸这边把它涂蓝色。是这样，在海里面的这个水母超简单，可以画出来。那嘴巴的话呢，我就来填一个，我也不知道深红色。那眼睛的话呢，我来给它绿色。蓝色好像还没涂好，那接下来水母这个下面这边呢，我想要给它一点橘色，大家就可以发挥创意啊，不一定要跟我一样。这样我很快的找好了橘色，哦，这边好像没有找好，反正这边有找好，找一下。橘色这边我也没有做好，画一下边，好，好都画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画它的脚，那脚的话呢，我来选这个淡淡的粉红色，来成这样。这样有没有很配？大家可以画任何的颜色，大家随意哦。好，
这样，通常我都会画，多就是填色的话，不只会填一种颜色，比方说这个蓝色哦，我想要填的比较淡的蓝色，在这边，好像说它被照到光一样，就把它放在这边，好像光从这边来，这边好像有照到光。好，好吗？那接下来这个橘色这个地方，我也是让它有一点亮光的感觉哦，在这边。可能方向有点搞错，应该是在反方向这边。那接下来是这个脚，我让它有点淡的颜色，只能在这边就照到亮光的地方。就比较亮的颜色，这边也是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加一个比较深的这个部分。形象，我觉得后面这边可以不用，大概这样，差不多这样。好，这样阴影画好以后，我们来帮这个橘色这边加点阴影。好，这样，那我觉得可以更可爱，就是它可以，水母应该有那种，腮红哦，这样子。为什么水母会有腮红呢？因为它是卡通。再把它加一点很淡的粉红色在这边。这样有更可爱吗？好吧，我想就这样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画的这个水母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短片的话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下个短片再见，拜拜。